KDK Beauty and the Boss 一起看设计。Hello， 大家好，我是 Amber。大家好，我是 Eco。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跟大家道歉，因为 Eco 老板 Boss 我的 Boss， 还有我自己本身 Beauty 非常的忙，刚刚庆祝完生日 ，Happy Birthday to Amber。谢谢。那呢，我们两个最近都很忙，因为年尾嘛，大家都知道啦，工作又多，又要去 holiday， 又 travel。哎，哪是 holiday 啊？我去做工读书。他又去日本，我又去泰国，所以大家都很忙。所以呢，我们停了大概有两三集没有跟大家见面。对对对，但是呢，我们一有空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在大家面前，为大家呢介绍更多、更多、更美、更特别的设计。好，今天是什么呢？一口。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集。伤心完又要来，我们真的不舍得对方，更不舍得你们。但是没办法，时间过得很快，又过了一个season。那呢，我是要在这里呢，最后一集当然还是要感谢大家一直对我们的支持，你们的观看。那希望大家还可以继续支持，把这个 video share 出去，让更多的人看。来，设计更美的来的。对，然后呢，越多人看的话，我们的第三个 season 就很快可以开拍喽。好了，今天我们其实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非常红的地点，而且是比较贵的啦 ，Desa Park City。我曾经有想过要在这里买，但是很贵，所以就没有住在这里。所以我们最后一期不是马布啊，我们最后一集都是那种 penthouse， 而且这个屋子呢不简单，因为非常非常特别。我听他说的，我也是很期待，我要出去看、哦。你们记得要 like and share， 哇哇哇哦！啊、okay. 哇哇哇啊！我们。来牌都是要靠门先。老规矩。Hello， 我们新这一集的 designer， 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Alvin， 来自 Alvin Dear Concept。OK，Alvin，Alvin，Alvin 你好，好年轻哦，我们今天的 ID 哈。靓仔又年轻啊。又年轻，又本事。Okay, 先关门啊 ，OK。然后，嗨，阿威，那你在这个 ID 圈子有多少年了？十四年了。我刚刚看你好像刚刚毕业罢了哇。没有啦。他样子穿读书衣服还可以去学校的。对。你看那样子，好像背书包就可以读书了。对。那今天，要带我们看很棒的这个设计哈。对。那我们一进来就是看到了这个非常美的。哇，那是鞋柜吗？没有，全部是鞋橱跟那个收纳，然后它全部都。对，然后其实这边是一个电箱，然后我们把它拍起来。对。这个这边是 OK， 这一边的是。怎么只有它开得到，我开不到 ？OK， 因为这一边的是一个装饰用，因为它是 cover 那边的那个水柜。所以这一边开始全部都可以。所以这边才是可以开。我奇怪为什么它开得到，我开不到。好，真的很美耶！我觉得水柜做到，而且这是很棒的这个收纳。你看那个 handle 完全没有声音，富有金色的，把它松起来看看，这个 handle 很少看得到啊。因为通常是在这里或者是没有的。这是 Solidwood 啊。对。而且你看它的手工，就是你有声音的 soft close。对。现在大部分的客户要求的是要有 soft close， 不管是门或者是。抽屉全部都会有那个，看我们节目多啊，全部对设计都有要求、啊，都会有灵感。但是 soft close 是不是比较贵呢？其实还好啦，只是讲厨房的我们会用比较贵的那种皮带的，因为厨房开关对，然后这些的话都是还好，不会特别，只是稍微贵一点点，可是都是负担得起的。我跟你讲啊，因为贵要用好的那种 soft close 的那种accessory 是为什么的嘛？因为有时候你放重的东西啊，它会。掉啊没的时候你要找人来做了就头痛了、啊、跟你讲、那个更多钱，这些钱不能省啊。 OK， 对。好，我们一进来就好像看到王宫，噔噔噔噔，而且他一进来就全部镜子哦，给 Amber 一出去，对，出去照镜子啊。这是我的梦想，要出去之前呢一定要 make sure 自己是 OK 的，对，而且那镜子有镜片哦。对，因为我们整间主要的那个概念我们就是用金色，然后全部来拉那些边，它主要是点缀它的那个整个设计的那个概念。哦，而且这镜子是不是白的？不是，是红bronze mirror 我们叫。bronze 黑的我看得多，白的我也看得多，这还是 bronze 很不一样哈、感觉造型。它感觉比较看起来比较高贵一点。对，非常高贵。而且不是那种光光一看就给你看完啊，这神秘感就在这里啊。比较它感。给你的加上你灯光，它整个空间感看起来比较
比较 class 一点。嗯，而且它再加上那个边，你看那个 classic 的边，像是那种我们在国外才可以看到的那个边哦，就是有那种 classic 很 classic 的那个感觉。那这间房子是属于哪一个世纪的哪一种世纪呢？它是属于 modern classic， neo classic， neo classic， 可是它又在某的地方它又加了一些 oriental 的元素，我们等一下很 surprise 啊。所以是很不一样的屋子要留守到的。对，它每一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那个 concept。对，是白色跟金色哈、哦，整个客厅我一看上去就是白白净净的。对，它大厅主要的那个色素就是白色、金色为主。哦，嗯，对。哦、一进来就 double volume 吗？对。这么顶的水晶灯，哎呦，这两大客啊，达芬奇的。达芬奇啊，大家懂不懂什么是达芬奇这个牌子？非常的厉害，很贵的品牌就是了。好，谷歌一下，要谷歌它，谷歌一下它是很贵的。它是那个 Czech Republic 的那个水晶，哇、哦啊，所以它有那个，它有一个，它每一盏灯都有它的那个纹理。嗯，而且它的真的水晶跟假的真的有不一样，对，很冲烧啊。上次有给 Amber 试过，这个水晶的是冲烧一点的，对，感觉就是实实的。你要摸一下吗？可以摸得到吗？哎，可以上楼梯的时候。不用了，不用上楼梯了、啊、，Amber。你记得上一集我跟你讲过吗？怎么去清洗这些水晶灯？哦，这个有 remove 的。表演一下，表演一下，来，哇，比赛的。哇，我觉得很重要。给你近距离去摸一摸达芬奇的水晶灯。而且呢，我觉得如果你关在家里的话呢，你要清洗是很困难的。嗯、所以呢，它现在有了这个 remove 可以上下的话，真的会方便你们呢。而且你家里的水晶灯就不会很多很多层了。而且这不是设计师的房子哈，这是这个物主呢，原本就是一个他不是本地人，外国人，外国人，对，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外国人。所以呢，我们的这个 Alvin 到现在还没有摸清楚，我要看一下，不是他的照，是偷偷进来的。哎，可以了，有声音了，我们偷偷进来。它比较重，所以它会比较慢，比较慢一点啊。slow motion 啊，大家。对，等一下我们讲解一下，它就在我们头上。对。对，而且我看到这边哈、哦，这个桌子上就是有这个金像。对。其实你知道吗？我刚从泰国回来，我才发现到原来像呢，就是代表钱财啊，金财，是一个风水的其中一个摆饰物来的。对，如果他们说公司啊、家里啊，如果摆大象的话，大象就是代表招财。所以如果你家里要有大象的话，也可以像它这样子摆哈，蛮美的这个 combination。这象很漂亮。我一摆旧草帽就可以了，旧草帽。招财猫象都是招财的啦。哎，就快到你头上了一口。我有点久啊，因为我比较矮，要到我头上更久的时间了。你就容易一点了、啊，到你的头，到我的头就要慢一点。哇、wow, ，我觉得很棒哎，这还是我第一次呢，就是这样子看它这样子从空中它的确就是上面的模特了。对。哇、wow, ，其实很重要哦，对，因为不然你清洗的话很麻烦。有第三天有没有讲什么牌子比较好用啊？这些 motorized 会比较会。其实，在市面上有蛮多不一样的牌子、我们都会去做一些 research， 然后我们看它，因为每一个它的那个承受的重量都不一样。对对对。你要看，首先要看你的灯的那个重量是多少，然后再决定你那个你要拿几大的那个 motor。我的家里应该也是要安的、因为怎么说，达芬奇的水晶灯呢都蛮贵，千万不要用那种便宜的摩托，因为你如果一下来就几十千没有可能买这么贵的牛，你买一个普通的绳子嘛，也是要买一个好的绳子来绑着那个牛。冲烧的，冲烧啊，千里八丁的水晶啊，哎，对，哇，好美哦，哇，就是靠那条绳子，对，挑那个杠，那杠线，对，杠线。我们看了这么多集，终于有机会 show off 一下给你们看了。可以看那个水晶慢慢的降落下来，慢慢的升回上去。因为我们这么多集呢，物主都没有做这个动作给我们，我们谢谢阿威，拍手，谢谢他，就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好，感谢。然后这些摆饰品是属于它全部都是我们陪那物主去，因为他们比较喜欢这种比较特别的摆设品。你摸摸看，这是。看看，很红的，对，哇，铜来的，对，
是很重熟的。对，他们比较喜欢这些比较特别，所以很多都是在达芬奇买的。达芬奇，对，达芬奇就是买那种 neo classic 啊， classic 的粉底，比较 classic 比较对，而且全部是 original 的披萨，对对，全部都是 original。哎，师傅 ，picture wall， 对。Double volume， 不是Triple volume， Double 这是 Double volume， Double volume 啊，几多颗星？三颗星，三颗星，有没有什么风水理论在？也没有，就物主一开始他就跟我们说，他要一个比较 classic， 然后比较看起来很 grand 的那个感觉。他也是放手给你做。对，其实这一间家基本上设计没有改到，就第一个设计图就他就通过了。还有我知道，就是一个架，一个 new classic 的架，就是少不了就是要站远一点看，就看我们的咖啡。这咖啡不简单啊！对，这个是什么名堂？这个是180间全丝，然后用了7年纯手工制造的那个 Persian Post 地毯。7年，对，全手工制造，对，然后价钱肯定是最一般的。对，有钱多好。所以像这个，它有一个特别，就是你从不一样的角度，你看的颜色不一样。哎，本来摆在那边看是什么？在这边看先，你先站在那边。对，它是浅色。你知道吗？我走过来这边的时候，它变红色；我走过去的时候，这边就变红，那边就变深。哎，对，它像魔术一样哎。所以这就是它。镜头可以看得出吗？镜头可以看得到吗？哎，真的有一点像变魔术哎，在你走到不同的角落，它就会变不一样的颜色。你看这个变浅了，对，变深。所以它贵是贵到有道理。对。再加上就是好像这种咖啡呢，我们脚踩下去呢是踩不到那个地，对，它是踩到那个上面那层麦绳，这是叫做是贵。很多人是卖贵的，就是你踩就踩到下面的地，对，那就是。而且它虽然很薄，但是它就是踩不到那个地，对对 对, 对, 对，这就是好的咖啡，而且会变魔术的应该很贵。好像我们小孩子看那种金卡呢，对，它就一边一个颜色不一样的。这让我回想到那个阿里巴巴那个年代，他坐在那个卡巴上，哇，那个 magic 卡巴，这肯定是阿里巴巴的卡巴来。好了，而且我觉得他呢，你很细心一点，我发现到每一个角落你都会用一些，对，有那个文献的东西，这是 Oriental 的。对，因为这个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从楼上，他会接过去，延伸上去，延伸上去，楼上另外一个，你会去到另外一个空间。哇，可是它又有中，就是比较中国的嘛，中华人的，它就是中西合璧的。然后这就比较西方，哇，很棒的，它的文化。嗯，当然。而且它沙发是很好坐的，我要坐一下，你再来再加一个。对，还要这个是美国进口的，还要拍照啊。你看，好有质感的。靠你了，导演，现在没有人了。我们哎，咱们中间，中间。哦。哇。贵的沙发啊，真的是因为前一分钟坐下去的那个厚度跟质感都不一样。你看，我现在你照着他们，你照着他们啊，我一坐，哈，证明你有重量。那个厚度啊，不是搞笑，对，也证明了一口有重量，很有分量听。没有，哎，那是这是美国进口的，对，他们就是基本上是在马来西亚在。有的厂家他们有代理这些，所以他们是专在那边买了，然后进口进来的。哇！所以讲一间家的分离圈就是灵魂的服务了。对。而且我觉得这间家的屋主都很有品质。对，他们很有品质。他们很喜欢 original piece， 很美的这些。因为他们的屋主是看我们印尼在长大。哦，对哈，原来他们的家有印尼在哈。哇，然后这边这个 island 是对，这个是我们做，这个就是我们特地为它定制的一个 onyx 的那个桌面。这个是属于 onyx 的桌面。对 onyx， 对 onyx 什么厉害，你知道的吗？就是透光，它就是透光。你看，也认真的去看它，认真的去看它。哎，真的，哎，真的好羡慕。你看，我很认真的看了一口，就开灯。透光真的是透光，对，它就是它这一种石头，它的特别就是要透光，所以我们可以拿来做桌面或者是做 feature wall 都可以，里面有打灯，它就要不要拍近一点的距离那种真的，我刚才看看一下，然后你关灯一下，你看一下，刚才我其实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然后一口说看清楚一点，看清楚，一二三，啪，真的是透光。然后这个桌面其实是就是防滑，对对，因为已经上了一次口令，对，很容易清理。对，他不止这些啊，他连 accessory， 看那些 accessory， 也是非常有文化的。你会英文字怎么读？24
HGCT Go， 真的吗？是真的 Go？ 对啊。真的？对啊对啊。真的 Go？ 对啊。真的。别打烂了、哦。这也是我的金杯耶，可以。哇，真的 Go 哎！有没有用过金杯子喝茶？这边就有了。哇，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主人家。很有要求啊，他们对生活比较有要求，其他东西全部都。Okay, 这就是品质、嗯、有要求的不止看看他用什么是 hot and hot 线啊等等 OK 他现在他们采用的这个那个火炉就是他有一个最新的那个科技叫Aerox Technology、嗯、他的那个特点就是在他的火够大、嗯、然后他很 stable 就拿它多打一下对也没问题因为很多如果你怕它的火就是可能不够均匀、对然后又不够 stable 然后你煮的时候它的那些东西就有所以它这个又很方便他有了这个 technology， 他对这比较少煮那些或者比较不熟厨房那种人比较方便，他们用这个都不用。不再要换 tega 了，对，不再要换。而且它是一 set 哦，这里它下面还有一个 tega 的 oven 来的。OK， 这个 oven 厉害哦 ，Apple， 你有没有用过 oven 煮东西？比较少煮。oven 通常很多人买了之后会面对什么问题呢？就是。做了一次、两次、三次都不煮了，为什么呢？嗯，怕嘛，对，怕那种油清洗干净。因为阿文就是现在我们圣诞节就要来了嘛，就说那种火鸡啊、火鸡啊那种 bacon 的东西。但是问题是，煮了之后跟你讲啊，我老婆负责煮，我是负责抹那个，超难抹啊。但是问题是，这个大家有一个新的 technology 叫做 hydro clean。Hydro Clean 就是自动自己容易清洗。对，它怎么容易法呢？很简单啊，就是放一杯水，关上去，按一粒 button， 然后20分钟，它就 automatic。哇！不用用肥皂吗？不用什么那种 heavy duty， 很 eco friendly 哦。对，是时候把我的家的 oven 换成 Tekka 了。对，就放一杯水，它就自己可以清洗。One touch one button，one touch one button 就可以了。哇 ，I love my job。就是弄到不会煮东西的人觉得，哎，也想要煮，也想可以做叉烧烧的。马上把它带回家吧。啊、你就不用再洗啊，我们拆走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以下网址，叮，Tekka， 或者找我们设计师都可以。OK， 叮叮如果你要把它弄成像美的话，就一定要找他。对，如果你只是要把它摆在家里当成一块的话，就不用找他。但是跟你讲啊，做 Neo Classic 做 Classic 做的成功美呢，很难啊。对，像因为马来西亚都是比较少磨练的，我们设计师。但是你把这个 Classic Neo Classic 做那么好、啊，真的是不简单、啊。其实我要问一个很笨的问题，我不懂观众朋友们也是不是有一样的问题 ？Neo Classic 我就听得多 ，Neo Classic 就是有。其实 Neo 在这个字里面叫做新啊。就是新 new classic 的意思，就是、啊、new 它不是传统的那种。对对对，因为现在的人比较 modern 了嘛。对，就 modern 之后，它不是那种喜欢那种比较很古老的。对。它比较要走 modern， 但是它又喜欢这种 classic 的那种边，可能念，所以叫做 new classic。好了，大家现在明白了 new classic 的代表词就是 new classic， 新的一个 classic 的方式就对了。对。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因为这间家很大，对，我怕我们聊到来哦，11点钟他们都还不可以睡觉。那没问题，没办法。因为这次是我们最后一集，你要守到最尾哈。因为上面很多 surprise 给你们啊，这是一个 penthouse 来的。对。然后这是水柜，然后这是这个收纳是做的很好。对，这个是因为这个是下面就可以，应该这个是给这个盆子这些，然后全部都放。其实很棒哟，发现到有很多阿姨他们都没有做这个收东西的地方，那这边有的收东西很棒，而且设计师很细心。你看，我可以把我的脚放在里面的哦，虽然它是有柜子，但是是足够把我们的脚这样放在里面吃早餐的。好、哦，因为如果他把它做到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对，前面一定要留一些足够的空间。这个就是要请设计师的原因吧。对。好，我们待一下。接下来到我们待。当然，它一样，它的那个桌面，我们也是用回同一个那个 Onyx 的那个石头来做，透光的，对，它是透光的，好美哦。Onyx 其实是很漂亮，很漂亮。其实 Onyx 跟 Costwood 的价钱会，它这会比较贵一点点，它这会比较贵，是要看你的那，因为它每一片来的那个纹路都不一样，而且它的纹路是很明显的，对，我坐在这边就感觉到很像去了洋式餐厅。对，确实。我们不
不舍得你们最后一集，确实爱你们，谢谢你们支持。而且他的 SSD 白的很美，对，就是用卡式，而且他的椅子是用那种 piano finisher， 对，也是泰哥，也是大兵去买的，对，他也是这一套上椅全部都有，但是安的，很舒服哎，你看你放左放右都是很爽，就算多胖都可以顶着啊，可以，每次帮人家睡着的时候会，啊，有一个 support， 有一个 support 背啊，这样。哦，不打底啊！对，而且这个 lighting table 的 timing track 真的很不一样，跟外面。这个叫做 Elizabeth of Fox Creation。然后，快再重复一次。Elizabeth of Fox Creation。Elizabeth of Fox Creation。如果要看一个原装家具，如果大家之前有看过我的影片呢，我很喜欢哪家的家具，就是看它的下面，哎，这里就是它的 detail 了。哇 ，original。它的 detail 全部在这里啊，好像出飞机这样了。Certificate， 这是我们职业病啊。就会，所以如果一口去到你家，把你的那个椅子翻起来的话，你就知道什么事情了。但是一个好的 furniture 呢，是可以一个屋子换一个屋子，再换一个屋子，都可以再去换再用的，而且它的价值有价值，而且耐用的。对，一分钱一分货。KDK Beauty and the Boss， 一起看设计。大家好，我是 Eco， 我是 Amber， 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设计师 Elvin。我是 Elvin，Hello， 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间房子呢，跟以往看的房子很不一样，叫做 Classic New。Yeah， 啊，这也是我新 New Classic， 也是我的新词啦。New Classic 就是不一样的这个 Classic 的风格。如果大家刚刚进来呢，这一集就是我们最后一集了，所以要留守到最后 ，Like and Share 出去啊。而且这一集真的有很多很多东西看。那我们刚刚就看了客厅啊，是这种厨房、dining area。对，然后呢，其实我也发现到它地板的质感也很不一样，而且它的纹路很美，非常对，它的纹路很美，对，因为屋主他对木比较，他们长期在外国，所以他们比较那个地板，他们比较喜欢是那种 wood 的感觉，比较舒服，所以他从原本的那个 developer 给的 marble 全部拆完， marble 都不要啊，用 wood 啊，全部拆完，然后整间家我们全部换完那个 solid wood 给他，不一定 classic 就是要 marble 的，其实。Solid 也是可以做到很有那个味道出来，对，而且我觉得木其实带给人家比较 home 的，对，很有家里的感觉，对，比较没有那么冷，marble 会给人家比较冷一点的感觉，很 warm，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间家的设计就是很 warm， 因为它已经把它的 island 啊 dining 那个，哇，真的很重哎，动不到的嘞，好美，而且你看很真哎，只狗。你们不要进来，会咬你哦。看看脸。好久那个凶。OK，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些什么？客房间吧。客人房，我可以当个客人吗？哇哦！一进来就是他们的 dressing room。对。然后这边就有一个镜子。喂，完全刚才的 feel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他们屋主他想要每一间房间都有。各种特色，各种特色就融入我们马来西亚的特色，所以这间房间是走比较 Malay style 的那种 Malay， 但是 Welcome to Malaysia room 也不简单哦，这些是 custom made 的哦，对，全部都是custom made。你看它的从ceiling的边，在这个镜子，哇，真的很想看它的 bedroom 看看。对，这个真的很有那种 Welcome to Malaysia 的感觉啊。对，这个就是它的 view， 这边是。大概是270度吧，都看完了。我们现在如果大家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在43楼，43楼，是我们是在很高很高的地方，你看风景多美，哇！大家看一下 Desa Park 的风景。我看到蜜月丽了，那边蜜月丽啊，这么远？我驾车要20分钟才到哎，我真的是哎，看到 Mount Valley， 好美哦。它这边晚上的夜景会更美。对，其实这样子看早上也很美了，所以如果刚刚摸不清楚的 Desa City 是怎么样的，这样子看下去就知道了。对，你要从导演要从这里就是拍我这样，然后就看在这里，哇，这样我要给你另外一个东西。很多要求我们的今天的 boss， 做给他导演来，一二三，你需要做一个美女做你就戏吗？最好做奶杯啊。哇，真的就是享受啊，那种很贵的 president room 呢，他们就是只要把床对着这个风景啊，对，这是最值钱，就是这里。
而且我发现到你看它的这个 picture wall，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第一次看的，很有那种 Malay 的 culture， 而是 traditional， 他们以前拿来折，对，用这个是用那个竹来编织那种草席，然后他们拿来做成它的一个床头的那个设计，非常有创意。哇，这是也是 handmade 的喽， handmade 全部都是人工，哇，全部是那种，它左右两边的都是 Solidwood 来的哦， Solidwood， 然后都是纯手工雕刻的那个花纹，哇，真的很有那种 Malay style 哦。对，而且这是传统哎，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 idea 嘞。对，哈，这是 tradition 那么累哦。如果你们有 Malay 朋友的话，share出去，他们看到的话肯定流口水。他们自己，因为现在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已经被，就是已经很多不同文化的，那这是回到传统的这感觉，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谢谢。就是讲像 Malay 的 house 不是那种 kampung house， 对，也可以把它做文和那种 modern 的样子。对，就你用最传统的方法，可是你做它比较舒服，比较新一点，比较 modern 一点。这是你的 idea 吗？对。哇，你很棒哎。谢谢，因为我为马来西亚感到骄傲。自从认识了他之后，我感觉到很骄傲。马来西亚用我们的文化很重，我们马来西亚的。然后你可以看它的桌面也是，其实也是 onyx。对，这个是另外一个颜色的 onyx， 跟外面不一样。很漂亮。然后连它的 cabinet 也是哦。对，它的那个这些全部，这个就没有用那个 soft cross， 因为它的这个是雕刻的那个抽屉。而且我发现到你的这个 wallpaper 也是你用心，这是不同的。对，要为了要配合这个房间的那个感觉，所以选的这个好像有点带草一样的那个感觉。然后有它的 curtain 也是很不一样，跟我们以往看到的也是有那种草席的感觉。对，很棒哦。然后这些都是真的木，然后这个也是 onyx， 对，然后也是用回传统的这个，他把马来文化在影集里面也做得很 modern 啊，对，不是那种我们想象中的太那种Malay kampung house。对对，而且你说风水哦，你看他的椅子也用上了这个大笨象，对，可是很重，本来想要用脚推的，原来推不动的，看到了吗？哇，他的这个小椅子 dressing table 的这个椅子也很有文化感。对，这件屋主他们对这些小小的椅子细节比较有要求。哇。你也很棒，你可以帮他找到这么多细节，真的不容易耶。就是做设计是很难的，他们的 knowledge 要很多的。对，好，接下来另外一间房间，这个是客房，书房。书房，对，这个是他的书房。带大家看看他书房。对。然后这一幅就是我们特地为他们特地定做的水晶墙纸。水晶墙纸，你看它有一点点那种亮面的那个。哦，这个 wallpaper 要特地定做。对，这是我们特地在中国帮它定制过来，因为马来西亚还没有这个科技可以做到这个。水晶墙纸，对，很棒。然后哇，我们今天来到了中国，刚才我们去了马来西亚，我们到了英国，然后去了马来西亚，现在回到来中国。好有这个中国文化的感觉。你看这张桌子也是它的这些图案全部都是中国风的。哇，这个是 T A 哦。对。Kyoto Alexander， 看。Kyoto Alexander。Kyoto Alexander， 也是在打游戏可以买到。对。好美哦，你看，我坐在这边我就很有那个中国的文化。扇子啊，那你等一下上楼，你就会，你还有哇，而且这些都是在外面真的很少有机会可以看到。它会书法吗？不会，其实它只是就白纯白色，收藏。是，真的是有一张这样的桌子，很有那个味道。对对，而且你看它的这个椅子坐下去的那个质感也很不一样，全是雷的，对，真皮的这个。哦，你要坐一下吗？很好坐，真皮的，这个是两，会有不同的气质。大老板坐了吗？你马上变有钱了，你马上变大老板了，变帅变有钱了。哇！我不是，等等，给我就是好像，来，谁有意，董事长。然后躺下去，哇！你看这边也是他的那个书柜，哇，非常有文化，《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
你还不是到了中国？所以这边就是它的一个那个 reading corner。对，你看它有锁匙了。这些都是来自哪里的这个家饰呢？应该也价钱也不便宜啊。对，全部都是达芬奇的这些，都很有那个 details。对，哇，他们比较偏爱这种有 detail 的那种家饰。都用很多达芬奇哦。他们自己本身也喜欢这个品牌，他自己本身也有对家饰的了解，有要求。对对，你看沙发。好美哦！我们尽快看。对，为什么我要问一下，为什么选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是很比较 challenging 的一个颜色。对对对对。可是这个颜色，如果你配搭的 OK 的话，它就会整个那个感觉很不一样，是真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马上看一下。普遍上市面上，大多人选的都是用比较带 chocolate 黑色，比较 classic 的颜色。然后这个也是属于 classic 的颜色，但是这个绿色呢，就是比较难搭配的。但是我觉得你搭配到很漂亮，就太完美。比较小心用这个颜色。漂亮漂亮 ，Alvin， 你果然有一手，谢谢，很棒很棒。然后接下来呢？要经过很高长时间的训练才可以用，对，像比赛那样。对，而且 Alvin 这边是有多少个平方尺？大概3000平方尺。3000，大概3000，感觉很大哦。对，有设计师摸了一下之后就感觉很大，很多东西看。好，来放哦。来到另外一个空间，它的东西就很清透啊，全部透明。对，我刚才原本想要跑上来摸那个水晶的，但是原来不需要在下面就可以摸到了，好美哦。它有了这个透明的staircase， 它的整间家里更大。对，这些都是已经有了。对，玻璃是已经有这个，对，很棒，有玻璃的，就感觉家里很放大。哇 ，Amber， 哇，这里就是中国风。Oriental， 想不到下面是 New Classic， 上到了就是一个 Oriental style 一个。这是什么地方？你给我吃点心的吗？你还吃哈高兴买，哈高兴买，而且是要一碗点心30块钱的那一种，好高贵耶，那个感觉好漂亮哎。它整个这个空间，我们就把它拿来做成一个 family area， 它就是这个桌子，他们可以坐在这边吃东西、聊天。你现在我放一个沙发什么？对。哇，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哎！连我自己是中国人，我都没有这么多的中国文化在我的家。Amber， 既然是一个外国人，有这么多中国文化在他家。Amber， 你要试试坐这里。哇，不一样啊！但是我们要再拍照，因为后面那个红色是……哎，这个可以打麻将的嘞。对，你看看这里，你看看这里。哇，这个可以打麻将的吗？这就是麻将桌，它对两用。打麻将的，对，还是装用的一个桌子。嗨，食物。哇，就算不打麻将，你打牌啊，过年也是蛮不错。很棒，很细心哎。你看它旁边，这是。这个也很难找吧？2-1的这个桌子。对，找打印机也可以找得到。打印机，而且这边可以放杯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很细心，可以放杯子，然后收钱的时候就可以推进来，赢钱的时候。过年快到了，可以打麻将了。过年要到了，看看他们的 detail。这是一个摆 Jonathan Charles 的 series， 它里面没有做什么 finish， 但是就是有那种味道，对 classic 的味道，有那个 classic 的味道，那个木的那个 classic。那你拍照没有？来，我们应该在这边拍一张照。哎，你坐，我们到了中国，你坐，你在，哎，没有，在站着吧，站着吧，都可以。站着好吗？站会美吗？我们美好 ，OK， 好，来。红色一定美的。你知道吗？来到这里，我真的是感觉很有那个回到中国文化，然后有过年的气氛，所以我一定要说恭喜你，哇，棒哎！对，这些都是你在中国运输进来的吗？这是我自己做，然后这一些就是在中国运输。这个是你自己做，但是当然这个你就在中国运输。对，因为它原本后面是一个窗口，可是屋主想要有一个屏风可以遮，把那个窗口遮掉，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中国式的那个屏风。我觉得你很大胆，你在用颜色方面在这边，因为它有红嘛，然后还有很多 detail 呢，这个 turquoise 的颜色 ，orange 的那种枕头，对，还有木，全部是啊，这个哦，你看它 detail， 不是 print 出来的哦，这些都是眼钻，对，是 print 出来。也是打印机，很美耶。对，它这个很可以开的吗？可以，哦，也是
是 T 啊，你看 Q 都打在身上，就很有中国风，就很漂亮。这个也是真木，对，这也是真木，全部都是真 original 的，这些我们都买不起，这很漂亮哎。然后这个是有灯的效果，对，它有灯的，哦，是我们没有装，是有灯的，对，我觉得它是一个装饰的灯，它做很多画来装饰一下，就摩登加一些欧美灯，对，加一些中国元素的那个画。而且我觉得这个 Alvin 他太细心了，你看一下他的 ceiling， 噔噔噔噔，难怪感觉就很不一样。金色的 ceiling，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是，这个是我们用那个 gold leaf， 厉害 gold leaf 的 ceiling， gold leaf 的，他们就一片一片这样连上去的那个镜片。哇，大概只是正片都不便宜哦。对，价钱也不便宜，可以透露一下。因为都是 original， 对，我们可以透露价钱的吗？这个大概五位数。五位数，做这个司令罢了啊，对，这一副吧，中间司令都五位数了啊，所以你看有文化一定要努力赚钱，你要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我们下面口的人，我们很多啊，也要有钱啊，对呀，你要做一个要努力赚钱，要努力赚，如果你要做一个有品味、有文化的人，一定要努力赚钱，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非常有品味，这边，而且旁边你还帮他加了那个系列啊，对，中国风的。因为我们主要整个可以把它 blend 起来，整个那个拎起来跟那边的那个感觉，对，完全就好像一个 roof 这样，然后对，这个一个大门这样。你看，我们回到中国，这门看可以，这个是一个门，这个是一个门，这个是以前敲门的方式哈，对。开门，杨磊，王上驾到，门中门，对，还好，哇，原来是。不能的，没有完成。这里还有一个，你看的，谁来找你啊？这是奥多来的，对，这个是楼上的走廊，就是另外一个大门。对。哇，这里看一下，真的很美嘞！你从上面进来，跟从下面进去，你要去中国的话呢，你就要从楼上进来；你要去西班牙国家的话呢，就从下面，真的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很有新式的design呢，它从这个 corridor， 它本来就只是普通一个门，它可以不做什么的。但是为了要特出这个加强感觉，这个感觉偶然的感觉，它马上就一个 roofing 装整个的门，做成一个大一个门口，一个 entrance 给你看。然后我要说一点哈，它非常细心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哈，很多人都是会偷工减料，就是用那个 wallpaper， 它这个不是 wallpaper 来的嘞，有质感的。对，这个是那种手工的那个砖。真的是砖的感觉，但是薄一点的，薄一点的，对，薄一点的砖。因为很多都会偷工减料，就是用 wallpaper 就算了，那个质感就会差，视觉上就会差一点，它那个。真的，哇，太细心了，我给你。好，所以你们知道，如果你们要把你的家变成是中国风也好，或者洋人风也好，马来西亚风也好，印度风也好，什么风都好，都可以找他就对了。可以，没有问题。偷风就不要找他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他细心到这边，这个还有镜子的吧？对，我后面再有盏灯的。哇，好美耶！还可以照镜子，又可以摆设。那这个是？就摆设，就他们的一个收藏品。哇，对，很棒，很棒。好，我今这一集真的是大开眼界，真的是大开眼界。KDK Building 的 Boss， 一起看设计。大家好，我是 Eco， 我是 Amber， 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设计师 Alvin。Hello， 我们今天真的是有大开眼界，因为我们到了马来西亚的房子，我们到了 Europe 的房子，然后现在我们到了中国的房子，而且设计师呢是非常非常用心、非常细心的。他做的这个设计是属于 Neo Classic。对。然后呢，你看他的 Ceiling， 我们刚才都没有注意到，这边的 Ceiling 跟这边的 Ceiling 是两个世界来的，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你看这边。中国 ceiling， Europe ceiling， 但是真的教得到哦，他又可以把它教在一起，很棒，帮我妈拍手，再继续拍手。好，接下来我们看他儿子房间，儿子的房间，这间就是也是中国风的房间。哇，美！对，他的这个床头我们就用那个3D 的，对，它是我们后面用 LED 打灯。对，然后这些金色的全部都是用那个 texture pen， 叫什么名啊？ Wall Gallery 的那个的 texture pen， 所以就给它带出来比较有一点中国那个。我喜欢那个 3D 感觉。对，最重要是那个颜色可以 match 到。对，金色跟红色。因为它的红不是那种很鲜艳的。对，因为那种红的话你就带不出，
较古色古香那种中国风的味道，而且你背后那个还是好像一点好像比较木色的红，对，马伦红，对，这些就是它的那个，这个就衣橱全部卧装在这边。哦，这边背后是衣橱，对，全部都是衣橱。哦，那很棒哎，它这样子开起来我还以为是皮球窝嘞。很棒的这个收纳的方式，这边是全部都是，对，三个都是。中间这个是吗？也是。这个可以推的吗？可以啊。哦，也可以推的，它收纳的很好，对的。哇，好美，好美，好美。到后面可以开灯了吗？它这个不能开，本来有的是吧？哦，嗯，对。因为我这从这个角度这样看过了，看过去，就是它就好像那种，没你这里镜子这样看过去，就好像真的是好像那种古代人啊，对，可以用那种口水嘞。就可以看里面的那个感觉在那边的，对，而且你收的很美，你这样子它完全感觉不是 wardrobe， 是一个摆设，像一个那个壁橱哦，对，那种屏风呢，对，美人街屏风啊，而且它的镜子它不是用那种西出镜子，对，也不是用 glass， 它是用那种白色摆设的，所以它是拆成像那种好像日本那种中国屏那种用口水，对，放毒气就是这样。看戏看太多了，对，看戏看太多了。啊，接下来你看一下这边的风景，真的很美。然后呢，我发现到呢，这个我以为只有 Amber 的家有红色的，可等他的这边有门论红的这个格子，它是低调红、，Amber 是 high profile 红，大红，大叫红。哇，真的很棒。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 console table。这些都很重要，我觉得少了这个 console table 哦，整个家就没有带出那个感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之前也是我们特地去帮他找那个颜色，可以配搭到整个房间那个感觉的那个。他的椅子，对，古色古香，对，完全是太美了，真的可以做了哈。可以，这真是椅子。你看我完全是有古色古香，我也没见我穿着这个旗袍，好像那种。延禧攻略那种配螺丝什么？有一个很经典的就是提桶。提桶是什么意思？对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搞笑，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就是那个我 out 了，不懂了。他打了他一巴之后，提桶。我躺桶罢了，我提桶。那个公桶。好美，哇！这些都是一些文化的东西。OK， 拉屎一间房啊。OK， 这个就主人房。对，他就回归他们的classic， 就是比较 classic 的那个。然后它颜色我们也是用了青色，就是主人他们比较喜欢的那个颜色。对，所以我们用了青色来做他的那个床头。嗯，那主人其实是European 还是？他们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哇，好 green 啊这里。很美很美，它的风景都很美。对，挺 green 啊。这个是同样一个景色，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 guest room， 刚刚楼下的，只是我们现在高了一层，在我们现在在44楼看。然后它的这个 curtain 也是很特别，就是带这样子绿色的感觉。对，因为通常你看到的话，可能都带白比较多那个沙漠。而且你很厉害，你这个叫做什么？ Onyx， 我们可以找到带绿的。对，它也有带绿的。这是 original 的哦。对。哇，好美哦！对，它是好像玉石这样，类似这样的那个感觉。走近点看，应该很难找吧？青色，也有，只是要看有时他们不是时常有漂亮的那个纹路，它也是有在那这个样子完整的话。透明的，看到它有透进去的。如果你晚上的话，它也是有看到吗？它也是有真的，而且这个 onyx 绿色是真的很难找，很少看到。那这样啊，给你看。为了配搭整个房子的感觉啊，看到吗？然后他就把这个绿色的 onyx 都找回来了，很厉害。对。好像这种啊，像 Superman 啊， Superman 最怕那个 green color 的 stone 就是这种。哇，好美！所以他房间我们是以灰绿为主，你是要白色跟比较传统的话，都是用白色来做那个 classic， 可是我们用灰色再配上绿色。我觉得设计师好强，就是因为很多人的喜欢把他的床头对着 cabinet 放电视机，对，因为他已经有一个 mode view， 真的 view 是用钱不需要电视机，用这么多钱买一个 penthouse 根本不需要电视机啦。这边最贵的就是那个 view， 而且是 natural light， 是四周围都有这个 natural light。
你这边又有 view， 那边又有 view， 这是最贵的，只是家里是用钱买不到的，无价。而且它空间不需要大，它只是刚刚好睡觉就很可以了，就舒服。你躺在床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 view，可以安静的睡觉。我可以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哇，看着这个。喂，这种的地方你要去那种 Five Star Hotel 啊，好像香港的 Ritz Carlton 一百零多楼，你才有这种的享受啊。很少 Five Star Hotel 这样的一个。对对对。好，那接下来就是到他们的衣柜。对，都是用木的。对，都是用木。都是用 solid， 都是用 solid。就是这些边都是 building 都是用 solid 的，因为。普通雷米利是做不了啊，做不了，你一定要用索林布才可以。这个我知道，很 Europe style 的那个 Europe 风格，你记得吗？我们去了几间家里，他们都是用这个，有一些是用金边的。对对。他做这种 grey color 就好像比较 modern 一点。对，比较 modern。好像 MS 阿玛斯的 showroom 也是用这个灰。对。OK， 可以看主人房的这个洗手间是都是 standard 的。对，都是 standard， 它比较，因为它。没什么用，所以都比较都把钱丢在 interior design。因为原本 developer 给的那个 finishing 已经完蛮 OK 了，对，他已经把全部 marble 敲完之后，锁定了。对。而且这一家很多地方都是在用 wallpaper 哦，这些都是 wallpaper。对。这个也是吗？没有。这个是。对，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就比较。这个 wallpaper 的感觉也很不一样。对。3D 的感觉。好，那应该是看完了，对，看完了，基本上就是有四间房间，对，然后两个大厅，一个就是 family， 对。所以今天我们最后一集已经来到尾声了，我们要在那边 end 可以吗？可以，因为那边太美了，这边太美了，我们四个人去打麻将 end 要吗？这边真的是太美了，我坐在这边我就感觉到回到了那个我是中国人的文化感。但是就是我们做了这么，我们已经做了两个 season 啊，当天我们做了两个 season。这样如果大家喜欢什么，要喜欢什么家，要什么的 tip， 可以在我们下方留言。其实你们一直在看 live 的时候，我和 Amber 呢都是一直在陪你们看 live 的。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啊，想问我们 say hi 啊什么，你就在下面留言，我们都会一一回答你们的。我也会在这边跟大家打招呼。那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不要忘了把这么美的这个 interior design share 给你身边的朋友，让更多的人呢可以就是跟物主一样，可以变得更加有品味了。可能他们会有喜欢某某的这个风格。如果大家喜欢这间家的设计的话，请记得找我们设计师啦。我们下方叮，我们的 website。还有也是要谢谢我们的 Deca sponsor， 谢谢 Deca， 还有我们的达明西 sponsor 啦。OK， 哇，因为其实老实说，这间家里用最多、更最经典的就是达明西跟 Deca 嘛。对。那其实我想问一下，哪一个地方是你最喜欢的？其实整间家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个地方，中国，就是中国文化。哎呀，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有马来西亚的这个文化，有这个东方的文化，也有西方，然后再加上呢，这边就是回到我们的中国的非常传统的文化，可以打麻将的地方。那哪一个地方是用最多钱呢？因为每一个地方都很精致嘛。你说如果花费比较多，可能会楼下的厅那一边的那个用费会比较高。因为很多 custom made 的东西。对，那一进门那些 feature 全部很多，所以那边会用比较高的一点吧，选择那边。因为怎么说，一间家现在几乎现在的人都会比较 spend 在 living 和 kitchen 那边是最多的。对，无论是 modern 也好， classic 也好，对，因为那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跑不了，因为你 daily use 嘛。对，因为那是厅就是属于一个门面，人家一来你家第一个感觉 welcome 你，对，招呼顾客，然后大家每天都会用，真的是最重要的。对，好，那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其实我最喜欢的哈、就是马来西亚文化的，因为我其实我还是第一次看有马来西亚文化的一间房子。我不晓得你们可以告诉我哪一个是你们最喜欢的吗？因为我们这边有西方，有就是中国，有马来西亚，还有一点点带印度风的也有，就是看你们告诉我们，等你们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是哪一边的设计。好啦，其实很快我们就到了最后一集。如果大家Michelle 也想看更多的照片的话，可以看，请留我们的杂志啦，我们杂志也会看到这本这一家出来的。OK， OK。
好了，我们又到了尾声，我们在最后一集呢，其实会比较啰嗦一点。再一次，谢谢大家的支持，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可以拍到Season 2。那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把这个 video share 出去，让更多的人看的话呢，那很快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 Season 3。那到最后，当然要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个设计师，就是我们的 Alvin， 来自 Interior Concept。要问他什么问题，就可以 log in 去那个website看。噔噔，还有彩蛋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after party 的一起看世界的话、一起看世界。如果大家如果要的话，请订阅我们的 Facebook， 我们就会 announce 请你们去见见 Amber 啦，见见我们的设计师啦，还有我们的 Christmas party 啊，对，圣诞节要到了，不是圣诞我怕赶不及，因为圣诞很多人不在，可能是一月头呢，我们会做一些 party 啦 ，New Year party， 要记得留意我们的 Facebook 啦 ，OK， equal in， OK。好，那我希望呢，在这个thank you party 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见面，然后我也很希望交流啊 ，OK， Season 3很快拍，好，我们的 KDK Beauty and the Boss 一起看世界，已经到尾声，下一集见，拜拜。